来自计算满堂的路远龙秀，我是你们百物是以神抓，我是你们师傅沙班。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补一补我们的这一个刀山法会的这一个 footage。因为呢，当时候的时候呢，真的太多人，然后呢，真的很吵，在那边完全是有一点收不到音，所以我们就就是在这里补一补，然后等下再进入正片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就是文东财神庙邀请我们去的，就是去他们的这个神明的宝诞啊，然后有很多的法会。那有其中一个呢，就是叫刀山法会，就是那些童僧们呢，请了神过后呢，他们那个有一个高高的那个山，像一个楼梯。这样子的，就是上面上去有刀，下面也有刀，这样子，然后很多层的刀，然后那个刀是超级无敌利，真的刀的那种刀。然后呢，当时候呢，就是有请了太子，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生病，我记得啊，然后因为真的是太多天了，因为有很多法会啊之类，又有游郭法会，又有很多的法会，这样子很热闹。好像是七天哦，那个整个宝诞。对，很像是。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一边，然后我们就有参与。他们的法会，然后他们就有准备这个刀山。那我们这支影片呢，就是要去给大家看当天刀山的法会的现场啦。然后我们请的是莲花三太子来，然后也是有去爬这个刀山。然后呢，那时候如果你们有看到我的 Instagram， 你们就有看到啦，就是太子的刀山法会这样子，然后就蛮帅的这样子。但是我看了过后，我就其实太子来的时候，他很期待的。而且他看到那个刀山，我看到那个 video， 我在剪片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哎，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很像很好玩，这样有没有？然后过后就很热闹，就对了。然后我看到我就，他就好像。几十刀，我要爬。没有，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重点是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啊，他爬，因为我们那个两只脚不是搭着那个刀片啊，哇，老哎，他在那边跳，我一直在那边。整个在那边摇，然后过后那时候我们的很像是逗逼助理还是谁在旁边在跟我们讲一下，哎，太子在上面的时候有这样子去把整个重量这里压，然后整个东西在摇，太子在跳那个刀片。对，其实那个刀上它有两层刀，就是他就这样子，摇也摇，然后就很像把我脚这样压下去这样子，我就对 ，OK， 然后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vlog 就对了，因为也是我们计算满堂第一次参与这个法会，太子也是第一次，我身为童僧请太子来做这个法会也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马上进入正片吧 ，Let's go。Let's go。嗨，大家，我们现在呢就在朝安神庙，然后呢，今天是23号，4月23号，也是3月初15，然后呢，今天呢。就是有一个法会，我们被邀请，其实马上被邀请来到这个法会，叫做刀山法会。来，我给你们看，这个是刀山，看到吗？这个就是刀山。等下呢，他们就要请通，然后就要上去这个刀。这里全部是刀片哦，我跟你们说。然后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已经有点难听懂我的声音，有点粗粗了，因为呢，我就是生病。然后呢，他们等一下会在9:30的时候开始。然后呢，陆续都会有很多法会，因为我们会在这里从23号到26号吧，还是27号，然后在这里就是参加他们还有游郭法会，全部都是那种勾力的法会哦。所以呢，我们又回来到财神庙啦。所以呢，因为我生病的关系呢，也是有机会我可以拍 vlog， 还有可以就是开直播给大家看，所以也是一个好事。OK，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非常的有缘，又回来到这一个老朋友的地方，就是财神爷爷给我们的一个缘分，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哈。哎，你们看我们的庙佛光普照，然后呢，那个刀山呢，全部都是刀片，超利，而且感觉有磨过的那种刀片，很锋利的它的上面。然后呢，他们要爬上去再爬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期待了，所以我等下要录，因为我是第一次看。Hello， 大家，我现在在后面跟大家配音啦。然后你们看到吗？这个就是他们的法会的刀山，全部都是刀片哎，你们看到吗？超夸张，而且下面很多这个莲花蜡烛，就是他们做法会。所以呢，这个他们在法会的时候，他们是不给人家碰的，所以他们就走了，就已经建好了，然后做法会了。过后等到那个时辰到才可以上。那你们看那个刀片有多利。有多利，就看起来就是那种整个有磨过这样子，然后也蛮高的，然后他们就很多灵气掉在那边。那灵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整个庙的这些兵马啊，这些就是法会用到的啦，反正就是。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哇，极壮观，
非常非常的壮观，有没有？就整个刀山这样子，然后每一片都是刀片，每一个阶梯都是刀片，然后呢就太多太多人了，所以呢导致我们也没有什么录到，因为太多人，然后又当天又直播，然后你们就大概看一看 OK， 然后就大家准备请同，诶这是谁啊，这是谁 OK， 就表示已经了，就是 me 在准备请着太子，然后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当天那时候要做这个法会的时候，太子来的特别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重，特别的很辛苦的感觉在请的时候，然后他来的时候你们看 Oh my god， 那个脸，天哪，形象耶，形象。但是呢他过后他开始弄完那东西了过后，然后他去拜拜的时候，他就开始比较太子的脸，可可爱爱的脸就出来了。他刚来的时候就真的很凶，就很重的感觉当天。然后应该是因为要做法会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呢狗狗就帮忙开路这样子啦，然后给太子过这样子。很多人，真的很多人 OK， 太多人了。然后呢太子就跟其他神明在敬礼这样子，这个是齐天大圣爷爷，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明之类的，然后很多啊，这个也是太子，非常非常可爱，有没有？两个太子一起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助理就在跟太子讲，不懂在讲什么了，反正，然后他们就开始在爬，然后现在他们这个爬刀山的这些呢，都是财神庙的人先爬的，然后呢，你们看太子，天哪！天哪，一整个很像很快乐这样子，很期待到他。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我看到的时候，我在剪照片，我讲 Oh my god， 有这样激动，有没有这样期待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一直在这边等着他要上去这样子啦，然后他一直问几时到我啊，几时到我啊，几时到我？下一个吗？几时到我啊？就这样录进去，然后就在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等着他时间上这样子。哦，到他了 ，Oh my god， 天哪，跳来跳去。你们看哦，你们看，哎，噔噔噔一下，干嘛？噔噔噔一下，怎么了？干嘛呢，太子？所以他就是爬了刀山，就做他的法会，然后就噔噔噔。反正我在看回去这影片的时候啦，我就有点啊，心脏梗啾啾，心脏梗啾啾的感觉，哎，有点紧张这样子，有没有？因为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办事会要两只脚要搭在刀的山上面，我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反正就第一次，然后就真的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啦，所以大家不要听我多讲话 OK， 你们就听太子就好，你们看太子 OK， 我放 BGM Let's go。讲话，因为Simon没有请同当天的时候，然后他就问为什么你没有请济公。 OK， 那我们回来啦，就是我们的影片也是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呢我跟你们说，就是总体来说啊，这个整个影片啊，看到我在剪片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哇好震撼哦，然后好多人这样子，然后过后呢也是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很像法会这样子啊，然后当天的时候我有查看我的脚啦，就是我有吓到，我查看我的脚，但是没有什么，但是有那个血印，就是一条，因为它是刀片嘛，所以那个脚有那个一横一横一横，然后还有那种鲜血的那种印，但是没有什么痛啊，就是不懂为什么，就是它在脚那边，然后就是很特别 so
Yeah， 然后希望大家 enjoy 这个影片，然后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内容，因为对我来讲也是很有趣，我们真的很少见啦，这种发挥真的很少见。所以的话呢，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哦。然后呢，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或者还有什么影片想看，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看哦。然后不要忘记要 follow 我们两个人的 IG，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page， 还有杜远龙 show 的官方 IG。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时常的发布更多更多的玄学内容，玄学智慧给大家，让大家增长智慧。OK， 关于到玄学，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跟大家互动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不要忘记我们济世满堂杜远龙 show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哦，拜拜。